大熊猫会冬眠吗？大熊猫不会冬眠，动物在冬眠之前的话都有储存脂肪这样一个过程。那我们都知道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是竹子，竹子里面的营养水平很低，它们没有办法储存足够多的脂肪来冬眠。然后另外呢，竹子是常绿的一种植物，在冬季的话大熊猫也可以找到充足的食物，那它们也没有必要来冬眠。另外大熊猫还有一项特别的本领，它们有一个垂直迁徙的一个行为，就是说它们在冬天的时候有高海拔往低海拔迁徙，这样来到更暖和的一些地方来帮助它们过冬。